今天能跟我一起上飞机驾驶的只能有一个名额。好像是我有可能啊。说我是为飞行而出生的，真的紧张。这里是滚烫幺洞幺，打开滚烫幺洞幺，请求滑出。查理钱包，往前滑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受到气流影响，请您回到座位。由于本架飞机机械故障，我们决定陆地迫降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要迫降到哪里去？我耳机，我女朋友送给我耳机，一定要找到，掉了很重要。先不要着急，团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各位乘客，各位乘客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。各位乘客，请安静。如果你们保持安静。控制不了那个场面，每一秒钟都要经历这个心理的煎熬。我觉得中国民航真的是特别伟大，所以能用一场完美的表演是对民航人最好的一个回馈。这个字幕能不能小一点？这个也大，再小。你这迷糊，晚上怎么演？我来过。嗓子彻底废了，在那儿吼来吼去的时候，我本来嗓子就是哑的，唱的这么烂。预谋一次的生日，日的生日，日日生日，生日快乐。周鹏燕的同学们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。抱紧我，唔好回头啊！终点嘅风景已渐渐清晰。送给学员们，我们回到学校了，谢谢你们。这首歌送给全体民航人，台下的天之骄子们。看到，看到，来了！哇，真的！哦哦哦！哇哇！教官，这里是从空中发来的祝福，愿你们背后永远有塔台，眼前永远是滚烫人生。谢谢。这里呢，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哇，没见过这种场面哦！我不知道在干嘛。我是懵的，怎么会是这样的？